在最新 iOS 14.3 系统中 ，Siri 又学会了新技能，就是可以模拟各种动物或是交通工具的声音，比如像狮子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狮子听起来是这个。大象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象听起来是这个。猫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家猫听起来是这个。火车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铁路列车听起来是这个。飞机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这是飞机。钢琴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钢琴听起来是这个。贵宾狗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这是贵妇犬。好，这样大家可以玩玩看看 Siri 会模仿多少种动物的声音。